小油库玩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狐狸精了？老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实交代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老婆，看在我是初犯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滚！给老娘滚出去！滚！两小时后，大师如何才能做到像您这样不受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？你好好看看你身后的这些树。我明白了，任你东西南北风，我毫不动摇，是吗？错错错！求大师明示，一定要帮帮我。不，我是说只有植物人才能做到。不受诱惑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